帅，我都变黑很多了，我之前比二还白的。啊？嗯？你笑什么？你很开心的样子啊。我就是应该很开心啊。就过来跟大家聊天吧。嗯。黑的正常，很黑。我之前是真的很白的，比二还白的，啊里面。你想干嘛？脖子，我都这也就是。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嗯，这个因为手机。你对着那么多人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这脖子好不好？哇、哦！我也黑了。真的是。啊，欺负你，对啊，啊，现在天天欺负我。哪天跟你明明是你欺负我好吧，一直做好人。昨天有跟你视频，我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做好人。你难道不是一直做好人吗？你意思是说我故意做好人，然后那你变成做坏人了，是吧？难道不是吗？那我要怎么？那我要变成像你前夫一样坏人是吧？我要像阿鲁那样子骂你是吧？我前夫那样子的你变不了。黑怕什么？你学都学不会。也二了，又不出去追女孩子了。十三，牙粉仙丹呢？没有仙丹，我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情况哎。你今天买了五单了吗，熊姐？没有啊，没有仙啊。没有，我们产品很多都是会那个啥的哈，哥姐们，因为很多东西你一个人拍完了，有些哥姐姐就拍不了。他问牙粉。有些东西一个人就是不能拍的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腊肉香肠更不好收。腊肉香肠，我估计二人要50块钱收不到了，估计得加钱，估计得加个5块10块的。他因为二人之前卖49、59嘛，他是想着50块钱收，反正问了好多家，人家家里其实都有，他们这边彝族就凉山彝族这边每一家几乎都有腊肉，但是人家不愿意，知道吧？给你喝一点点，太多怕太烫了，你喝不了。我在镜头不是很好，是不是？我这红花在镜头前，我要不要先上个架？反正不会，不用。反正是我公司的，无所谓。不用上架。铁皮师傅，不用上架的。眼神暴露了你的心，能看出来你确实在乎阿尔。啊，应该是，哎呀呀呀呀，一个扎拉在中间还多了，没有，有些东西就是仙丹了，有些东西就是不能拍太多。你看阿尔的眼神暴露了你的心，能看出来你确实在乎阿尔，这不需要看出来啊，我很早就跟阿尔说了，我这不需要藏着掖着哈，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哈，我就喜欢他。你突然不说话了，我有点尴尬。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突然一句声音都没有，我突然感觉空气有点尴尬。啊，喂，干嘛又不说话了？喂，咋回事这个？喂，嘿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喂，喂，嗯，刚刚突然不说话了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是不是口渴了？没有，我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是凡哥的错，被你迷住了。对，被你迷住了。是累的。被你迷住了。为怎么二卡十三不卡呢？大家嫌你发呆，在想那个半瓶水的梗，哥姐们。大家好幽默。在想个半瓶水的梗。完了，忘了一个什么事儿。什么事？完了。怎么？完了。怎么了？完了，咋还真有点浮现了？
完了，哥姐们，完了完了，我搞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，完了一个完蛋。什么完了？又完蛋了。完蛋了。有没有关于钱的事？完了完了。我就问你有没有关于钱的事？嗯。啊？有没有关于钱的事？你，我真的是服了你爱了。完了这个这么硬，你可以当零食吃。这么硬你可以当零食吃，你太牛逼了你！这个吃了对你这装饭饭的位置好。完了。我再提醒你一个事情啊。嗯。你把它当零食，首先它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啊。你确定？肯定。比棒棒糖好吃。嗯。比棒棒糖好玩。这一斤几百块钱哦，你当零食吃。最近大气不炒了嘛哈、啊？最近做老板收。最近收商务收一下，最近收商务收一下，不一样了，格局不一样了。对，我们要把那个什么打开。对，打开。嗯，格局打开。对，忘记了去找。我再给你充点。不是哥姐们。嗯。我忘记了。我再给你充点账户。我忘记了一个，你这个你要吃，你不吃，你不吃我就扔掉了，哥姐们那个。哥姐们，我忘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你们有没有知道的？有没有知道的，哥姐们，我忘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哥姐们有没有知道的？知道的，你们都打一下，知道的。人都忘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手机。不是。你这个。知道吗？什么事？有知道的。不可能，还有人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事。对，有知道的啊，哥姐们有知道的。直播间刚进来的家人们，给阿拉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我知道，有些知道的哈、啊，哥姐们，没泡泡面，不是泡面都没有，忘记了生个娃。哎呀，不是。啊，我突然胃痛。啊？胃有点痛。你不要给我找借口，一说。你以为我找借口？一提到这个你就开始胃痛了，你。我真的胃痛，真的胃痛，没骗你。韩哥在骗人，你别摸头呀，你别摸头，你来你过来。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是真的胃痛。我忘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真的胃不舒服，现在。别乱，哥姐们，他刚刚都嘘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刚才是在嘘。嗯。但是我现在是真的胃痛。多喝水。不是48元，哥姐们，是150元，148元，扣掉了2块，148元，给不给？